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运动很有事》，我是别健身训练所的教练 Troy， 今天要教大家用一招很简单的方式训练背部肌肉线条。好，我们要训练这个动作的话，就需要一条伸手可得的弹力带。好，我们先把弹力带放在我们的脚底板，注意膝盖弯曲程度依每个人的柔软度而定，双手套在弹力带里面，挺胸收腹，两只手掌心朝上，手肘顺顺往后拉，感受背部肌肉的用力。这个背部训练动作操作15到20次，3到5组，每组之间休息1分钟，注意手肘角度是靠向身体的。好，我们在操作这个背部训练动作的时候，注意不要耸肩或者是驼背，再来就是手肘太开，这样都是没有训练到背部的哦。运动很有事，我们下次见。